心，站在人一中恐怕花季都错过，你的心忘了季节，总不轻易来人头，见过的水大大杯唱首歌，人也有白头，人也有白头。唱一歌吧，好，大腰在冬季，大腰在冬季，轻轻的，我想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，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，别为我哭泣，哎呀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风雨中为我祝福，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华的谁都爱听，刘德华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香港演员啊啊，影视歌三栖明星，哦，他的很多歌曲脍炙人口。对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刘德华演唱的《西河大鼓忘情水》。嗯，怎么西河大鼓了，真有鼓。曾经年少爱追梦，一心只想往前飞，行遍了千山喝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够回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那叫不伤悲呀。什么玩意儿啊，这是现在是广告节目时间，这广告了。哎，这不是于谦老师吗？我是我呀。哎，嗯，您的嗓子怎么了？对呀，痔疮。对，没听说了，痔疮长这儿啊？得了痔疮怎么办啊？请您选用，嗯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牌药膏。这名字怎么那么长啊？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牌药膏。是由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这二厂制造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北有椰林缀斜阳啊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当当了当滴当，这个里边。嗯，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北有椰林缀斜阳啊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。你是把我吃不学的呀？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如果杨九郎帮助你们在真人秀里面获得了胜利，那么明天他就有资格参加相声的竞演。哦，还得胜利才能帮我们。如果杨九郎在今天真人秀里边没有起到他该有的作用，那么明天啊，九郎就不能参加相声的演出。哎呦，所以你们还会缺一个人。所以说杨九郎你也别不要高兴太早，嗯，你也别高兴太早，您也别高兴太早。你们俩这是握手的话吗？这是内讧了已经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旁边这一位啊。怎么了啊？你说他跟我们站一块儿吧，这也不挨着呀。对，对不对？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也没有节骨眼儿，凭什么就有他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哎，我突然间灵机一动，这个好多事情我们是早有准备的啊。来，拿我的文件夹来。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，岳云鹏发自肺腑心甘情愿地签了一个协议。早就准备好了，那错不了。我先签名字，我算甲方吧，好吗？好。你算梁活的乙方，嗯，好吗？行，
啊，你看这儿写着了啊，第1482页，第768700条，补充条款说得清楚，岳云鹏先生将作为钢蹦男孩团体经纪人，负责团队的运营、演出经济、日常管理工作。我有的比您官高啊，太厉害了，我已经睥睨了。但是，还有但是，你嚷嚷什么呀？但是岳云鹏先生必须经历全体师兄弟的共同考核，以证明其经纪人能力，方可正式上岗。这个为什么说要证明你的经纪人能力？你比如说啊，我们这儿有宇宙天团，全宇宙红的不行不行的了，这个交给你根本看不出你的能力来，不显能耐。哎，如果说是一个很一般的团体让你带火了，那就说明你这个经纪人是很有本事、很有能力的。所以呢，浓成一句话就是你要帮助弱势群体，也就是说，小月要在真人秀当中加入小梦的队伍啊。但是这样话，小梦这个队伍多一人。对，让杨九郎回去没事。对，我们回去。哎，别让我回去。我来出一个主意，你说吧。我再请一个朋友帮助我。哦，等于你们队六个人了，对吧？我请一个朋友帮助你们。哎，对。来，有请我的朋友，来自哈尔滨的。哇！亮亮好，郭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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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亮亮好，亮亮啊！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个贾乃亮，这个各位师兄好，来，他是我关门弟子，哎，他负责给我关门的啊，哎，得嘞，这个他是岳云鹏请来的好朋友。今天呢，也是加入栾云平的队伍。我们要求要亮哥啊，那是你看你们那好几个人了。你说实话，你运动能力是不是不是很好？你是不是想哥？你运动能力，你小脑绝对很萎缩。哎，就冲这个。来吧，各归各队吧。岳云鹏，你是小梦队的啊？哎，亮亮，我是那边，亮亮，来这边，哎，这边，咱们就是这，咱们五人。哎，你们五人一回事了啊？咱五人。那我们也想握握手，行不行？哎，沾我们喜气儿是吧？哎，兄弟们，我有一句话想说。亮亮在极限挑战里属于那个碎嘴子，我作为说相声的，我都说不过他。今天咱们哎，没事，你不算好说相声的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你看看这帮人，哪个是吃素的？你没看我今天很低调吗？咱们今天不能让他太碎嘴，知道吗？什么词儿？这叫什么话？这叫确实你看不过太碎嘴。接下来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他是凡尔赛花园学校的于校长。好，于校长好。校长好。很高兴认识各位啊。哎，我们这学校是一特别好的学校，孩子们都特别喜欢放暑假，这咱们都经历过这个哈。放暑假呢，就有夏令营，夏令营里边呢就有好多活动啊、游戏啊什么的，太棒了啊！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一个小的横幅啊，嘿，脚边有这么大脚边吗？来，我来扯来，好长啊！这是念什么？未来卓越人才，非凡气质养成，高端大气，上档次，德云夏令营，好好好。可以收了，因为把我这边机子都挡上了。哎，太好了，老地上，哎，好。哎，夏令营呢，咱们就玩一玩，对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带了一帮孩子，你们呢要给这帮孩子当这个辅导员，辅导员，带孩子。哎，对，但是呢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能力给这些孩子当辅导员，还得测试一下你们。好好好好，来，把我们的孩子请过来，孩子们快来啊，来，小朋友。有大有小哦，你好，来站好，面冲那个哥哥们，面冲哥哥们站啊，瘦比人家高不了多少，那个空正好，你看是不是，不是好玩啊？瘦还找了一个矮点的站人前面，哎，也高一头呢，人家高不了多少，找一这块合适，看对面这个。是你们这回玩的辅导员，到时候会带着你们玩。玩的辅导员，你们服吗？你们不服啊？不服啊？你跟谁俩呢？你啊？给谁俩了？孩子们，你们都有什么特长啊？玩冰球、高尔夫。你是打高尔夫的呀？对对对对。你打多长时间高尔夫了？一年半。那么长时间了？我的天哪！咱带不了人家呀。跟我走，咱们上高尔夫那儿。来一块儿。
来吧，各位，哦，今天让你们看一看，也学一学。辅导员嘛，到时候也得陪陪孩子玩，但是呢，你们主要的负责任务就是给孩子们捡球。捡球？当然，这捡球你也别小瞧他，有要求。一会儿呢，让他把球打出去，要在30秒之内把球捡回来。嚯，30秒之内捡回来？我说我们可以从这边扔过来吗？那当然不成了，主要是测试的你们体力。好家伙，体力要好的话，才有资格给我们孩子当辅导员。你们来选人吧。我们队我选梦梦、九郎。好，我行，我能跑。我来一个，刘哥膝盖不行。我说开始就开始啊。小朋友。宝宝。你不要打得太远，给点面子好不好？别太远。我控制不住。这样，我给他插上。哎，来吧，第一个谁哪个队的哪个人上？我们90去。90，三，悠着来啊。啥是悠着来？就是别使那么大劲。哎，等会儿先说你们队谁来？我们九郎。加油！哎，慢点，别摔着啊。预备。开始！哇！哎呦喂！好，加油！完了，咱们输了。哎，不见得。左面呢？哎呀！来不及了，快点！90拿了个寂寞，这说明什么？没有目标的人生，再怎么奔跑也没有用。对。奥利给！30几？34。哎呦，34秒，34秒62。我觉得这已经很快了，不错了。你干嘛去了？我没看着球就光跑了。没有人通过。好，第二轮啊。我让你2秒钟，行，让我3秒吧，行吗？4、5秒行吗？啊，对对手最大的尊重就全力以赴嘛。我跟你说，亮哥第一次来咱们节目，你那注意点啊，别一下给整跑了啊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天，我有点紧张。没事的。小妹要尽全力了，小妹。预备。开始，孟哥这白球啊，白球，什么掉鞋掉？鞋掉了，俩鞋都掉了。球呢？我30秒捡回一鞋呢，不成呗！牛，够快的，30多少？34。小梦，你是不是光脚不怕穿鞋的？咱们输了吧？我没输，谁都不算，留局了。跑成这样还没有到30秒，34秒，来吧，各位。这个我们这刚出了一个孩子，测试了一下，看来各位这体力够呛。我们又不是博尔特对，所以说这个不是你们的长项，对是吧？对，咱们找一个长项。